大家好，我哋 Podcast 艾珠宝，我系 Ivan。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看过迪士尼公主系列的电影啦。咁其实大家对公主咧呢一个角色都很有憧憬啦。但其实公主是不是就是你心目中想的咁好呢？咁唔知道大家身边有冇啲好似公主咁样嘅人呢？咁不如问下大家点睇啊？嗯，好，我哋去啦。我想问你哋有冇睇过迪士尼公主系列的电影啊？有。有啊。有。你最喜意边一个公主角色？我最中意边个咧？问佢咧。美人鱼啊 ，Cinderella， 长发公主嗰啲咯。贝儿 ，Bella， 灰姑娘，长发公主。你对白雪公主嘅睇法系点样啊？你觉得佢系一个点样嘅女仔啊？食苹果咯，就系记得。识人扮嘢。咁公主形象。一个好人。冇咩 feel 啊？佢系一个几好嘅女仔咯。唔系，系蠢人。因为佢会无啦啦走去帮人哋执屋咯，可以信任咯。收兵咯，即系点解收兵嘅？即系你觉得小七个小矮人系佢只兵？唔算嘅。小矮人系咪兵啊？唔系嘅，应该唔系嘅。但系佢冇做任何收兵行为，系嗰啲小矮人自己。即是啲小黑人心自己走過去做的唔係佢枝頭浪漫。佢鐵兵多啲，都有少少似嘅。係啊，就係七個小人就係隻兵咯。可能係因為佢靚妹最大，未必係兵噶嘛。可能佢都會有啲利益噶嘛。佢哋喺間屋入邊做咩，我哋唔知道。即係可能有七種唔同類型嘅兵啊！你係咪？我轉頭打翻俾個作者問一問。可能會開下 party 啊咁樣啦。喂，唔好咁低俗先。你身邊有冇啲好似白雪公主咁嘅人或者朋友？冇乜朋友。兩邊都有，但係講出嚟會唔會有啲老好咧？玩嘅時候都會嗌多一兩個咁樣咯，定期嗌多一兩個。身邊少啲咯，通常都唔會收兵咯。咁你身邊有冇小矮人咧？矮咯。我哋有個朋友，佢中意嗰個女仔，之後就對佢好好，但係嗰個女仔就冇點反應佢咯。我都有啊，男仔咯。嚇！佢做咗啲咩令你咁覺得咧？隨傳隨到咯。其實是個男仔被傳傳到，係。嗰個女仔想要咩，佢都會幫佢拎嘢啊，係啊，生日嗰陣買唇膏俾佢。個女仔都有少少拒絕嘅，但係佢都依然堅持，即係對佢好好咁樣咯。咁你哋身邊有冇咧一啲好似美女與野獸咁樣嘅案例咧？哦，即係個女仔好靚，男嘅就好。或者調轉都 OK 嘅。應該冇。看戲有很多咯，真實冇乜咯。我是野獸，都有的，以前多啲，中學多啲咯。咁但係信唔相信有呢一樣嘢嘅存在啊？都真愛，即係唔係因為經濟條件，唔係同全方多幾個零咁樣。唔係。如果我覺得真係要好嘅嗰啲愛情嘅話，首先錢係需要嘅。有時候都要睇對方嘅背。即係背景嗰啲咯，即係如果有錢嘅話都 OK 嘅。即係佢唔靚仔都 OK 嘅，有錢就得啦，係咪？咁又唔係。但係如果唔係咧？如果唔係真愛，真愛咯，相信嘅都。唔知喎。嗌幾多次交都一齊翻咯。哦。即係太美好嗰啲唔一定會有咯，即係嗰啲係浮雲。啊，都係淨係啲好咯。咁你哋係咪真愛啊？我哋係咪真愛？要想的，不是，我們都沒什麼吵架。好了，經過我們受訪了這麼多位路人，其實現實世界裡面真的有這個美女與野獸的案例存在的。就好像我這樣，我身邊已經有一兩批，其實都算是這一類型，但是我作為旁觀者看，其實他們很甜蜜很恩愛，所以其實我們都不會話太去在意呢一個外在條件啦，例如有唔有錢啊，係咪高富帥啊，其實都只不過係浮雲嚟嘅啫。但係你身邊咧有冇啲好似白雪公主又或者小矮人咁樣嘅人呢？如果有嘅話，就喺 comment 嗰度 tag 佢哋，同埋 share 呢條片俾佢哋睇啦。如果中意我哋呢條片嘅朋友咧，記得要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我哋呢一段片出去咯。好，咁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